谢霆锋、王菲、张柏芝这三个人兜兜转转，终究是谢霆锋和王菲在一起了。这不，前段时间王菲李亚鹏两人同框，李亚鹏还当众夸王菲漂亮，这个举动让谢霆锋吃醋了。伤心的他在某社交软件上表示想家想张柏芝，谢霆锋说想家，那他的家人是如何回复的呢？谢霆锋的大儿子仅回应了四个字，不欢迎你，被自己的亲儿子拒绝，谢霆锋应该很伤心吧，毕竟儿子是自己生的，结果到头来儿子却不欢迎自己回家，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一件事啊。为此很多网友表示，王菲不搭理你了，你就想起张柏芝了，张柏芝对于你算什么？虽然网友的话有些过分，但是说的也是实话，谢霆锋这次真的有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了，这样一来就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一下子拉低了谢霆锋的形象，是不是？如今的张柏芝距离与谢霆锋的那段婚姻已经五年之久，独身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艰辛和心酸，估计只有他自己最有体会，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肩膀给他依靠吧。